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我们今天要来进行体操训练。这是我的教练。嗨。我们今天要接受他的训练。希望我们可以成为金牌选手。我们要先去换上一身衣服吧。做体操需要穿上一身紧身衣，这里面有很多的衣服种类哦。嗨，我们可以都来试一试，看一看你们喜欢什么。就选择这个衣服怎么样？再换上打底裤。我选择这个白色的打底裤。在外面披上一个外套。嗨。这个条纹的白色的外套。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。先来去训练一下吧。我们要选择自由体操。现在是初学者，我们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吧。在这里可以选择三个动作，自己来设计动作。选好了三个之后，就要开始咯。要登场比赛了。在右边可以设计一些丝带，增加表演的效果，看起来更绚丽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